你这次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自己加班？对，我一直加班，就是如果有时间练我就去练。一有时间练的还真的是很辛苦。三位经理人看一下练习中的利路球。各种早起练习教程的利路球。努力营业，不爱跳绳，利路羞匆匆匆。没怎么看到打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一直在跳绳的这位小朋友，他所有的这些视频都是他在参加其他工作的间歇，然后也一直在练自己的体能。体能是你的优势劣势？是我的劣势，因为就很容易累，所以我需要跳绳，所以我如果有工作就有时间休息就去跳绳。